This is Wolf Media's rallying cry,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. You're watching Wolf Media, the call to the one. All Wolf Media, come to the free land.看看啊，这是北京最火的素骨素餐馆啊，这是北京最火的北京大碗茶，老少茶馆全关了，最火的地儿啊，你看看，你们看看，北京还有人吗？啊，这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，对面是人大常委会，你看看，这车。啊，就是私家车，公交车一辆车就一个人坐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大街上你们看看，你看看这前门最热闹的地方。你说这肺炎脑子多厉害，我是吃饱了撑的，我吃了三个羊蹄儿，喝了半斤56度的二锅头。人讲话，喝高度酒就能杀菌。我现在我也顾不了心脏病了，我先把菌杀了吧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大街上啊，这是手擀面水饺，你看看还有人吗？啊，这是大年初一，北京连人都没有了，空城。你看看，今儿个下午4点半，啊，北京撒药了，撒药知道吧？就是。撒的，你们看看这地上啊，这撒的药，看看看看看啊，看你看哪儿？就服务员，这屋里就服务员啊，就服务员俩人，服务员搞卫生，连人都没有。你看，你们看看这服，这屋啊，就一服务员还搞卫生呢。你看，这人你看，啊，就一人搞卫生，没人吃，谁吃？我又不吃饱了撑的，我也不出来。我是吃的太多了，哎呀，我吃一口是一口了。你看国帅宾馆空着，你看看麦当劳，就俩人，两个外地老帽这吃他妈饭，瞧瞧，看看麦当劳啊，看看看屋里有什么，看看麦当劳有什么，看看啊，这过来三个老帽啊，你看看。这是哪儿？致美斋楼啊！看看致美斋啊！我给你们看看最火的致美斋，平常都是满。你看看现在，致美斋的服务员，看着没有？致美斋的服务员那跳芭蕾舞的，你看还戴着口罩还跳舞呢。你看，还有人吃吗？没人了吧？全空了，看看。啊，你们看看，这是前面的前门楼子，啊，北京纪念堂，瞧瞧，你看看双层的大巴，哪有人坐呀？你看看，瞧瞧，太恐怖了，连空气都有毒啊，知道吧？瞧瞧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看看看看看，啊，我就给你们录到这儿了啊。都保重吧，都吧啊，都别瞎出来了啊，出来就得死呀啊，知道吧？空气都有毒啊，注意了啊，你们千万注意保重身体吧，知道吧？我带着氧气瓶出来的，要不我也不出来啊，我带着一高级氧气瓶，我背着氧气瓶出来的，看见没啊？你看，哪有人？看看有人吗？这是前门最热闹的地方，前门大街。看看，这是肯德基。看看肯德基有人吗？就一小孩，这不怕死的小孩出来了啊！这一会儿回去就得死。瞧瞧，你看看，肯德基有人吗？看看，都是空着。看看，肯德基也空着啊，没人啊。行了，我不录了啊。